北京这两天重度雾霾，看着天灰蒙蒙。现在是早晨8:30，我办完事情了，现在去往模特队的培训中心参加上午的活动。模特训练不让摄像。培训班下课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只可惜我们的模特队的视频不让外传，说是内部资料，老师不让录视频。我们这个老师吧，在国际上获得过很多的大奖，人特别的帅，有风度。他的特点我总结一个字，瘦，跟竹竿似的，活脱脱的一个衣服架子。我的体重算标准体重，但是一到模特队和舞蹈队，我就是那个最胖的，还得减肥。北京的初冬多美呀、啊！